各位好，我是冰子。高达咖啡厅又要有 W 的新活动，吴小强化身五靓仔再一次登场。除了主题餐点和限定周边外，这次还有余泽克之先生带来的全新小故事。西罗还是穿背心最顺眼了，或许是为了配合之前的 MG 卡板掉毛，高达基地推出了艾比安 EW 特殊涂层版，售价8800日元，预计2021年1月发售。暗红色外甲采用高光电镀处理，配合艾比安原本的造型，看起来更加张扬华丽。其他的地方采用的是金属成型色，所以防伪水纹依然存在。HG 扎古二21世纪真实配色版，售价2200日元，预计2021年1月发售，是之前新生夏亚扎古的换色，幸亏有一张标志水贴。重装高达彩透版，售价1650日元，预计2021年1月发售。新模型不到一个季度就出彩透版本，好快啊！ G Frame 高机动勇士改，售价2420日元，预计2021年6月发售。配色是强尼标志性的红黑配色，附属有专用标识的胸甲和左腿甲。G Frame 旋风勇士赤色头领，售价2970日元，预计2021年6月发售。除了机体各处印有专用标识外，还有一面基麦拉标志的盾牌。背后的推进器可以根据造型进行调整，配合高机动型勇士改，能够组合成旋风勇士加强型。萝卜魂轻装型吉姆，售价6600日元，预计2021年5月发售，是以先行量产型吉姆为基础，彻底减轻装甲，并携带大威力光束兵器的形态。虽然装甲薄弱，但机动性优秀，用来进行一击脱离的作战，是只有精英才能驾驶的机体。模型除了主体之外，光束枪、火箭炮等武器均有附属。 GSC 苍穹的法芙娜 Maxine， 售价5500日元，预计2021年7月发售。萝卜魂 UA 二号机和 S 装备新剧场版，售价8250日元，预计2021年5月发售。虽然是跟着一月新剧场版的热度推出，但这个形态是在破中登场，最大的特征是肩部两个巨大的推进器。模型还附属有各种手型和武器，肩部的推进器也可以拆除，还原通常二号机的造型。 SHF 吃豆人，售价2420日元，预计2021年5月发售。虽然只是一个球，但四肢的可动相当优秀，配件上有一张替换的眨眼表情。除了标准握拳手外，还有另外三个手型，并附属了一个樱桃和小幽灵。与乔治亚咖啡联动，最新款高达咖啡有三种口味，罐上印的是各种高达动画场景，还有一张特别绘制的宣传海报。除了上次活动就和大家见面的限定元祖外，这次又出现了阿尔美斯和吉永浩，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口味。不过你们三个凑在一起喝咖啡的场面还真是有够魔幻的。与福岛县300年历史的传统工艺品白河达摩合作， Z 高达和百世达摩有两种尺寸，15厘米为3850日元，8.5厘米的是2420日元，预计2021年1月发售。除了颜色做出相应变化外，达摩脸也变为了高达脸。 Z 达摩是蓝白配色，百世达摩的配色相对要简单一点，但依旧还是金灿灿的。高达桌上日历2021，售价1980日元和1870日元，预计2021年1月发售，分别是阿纳海姆产品手册和安彦良和老师原画集。为什么阿纳海姆要贵100日元啊？这就是本周资讯，我是小冰子。如果有下期的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